马匹以其优雅、力量和伴侣性质，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我们的兴趣。除了在运动、交通和农业等领域的实用性之外，马匹也成为了精英阶层的重要身份象征。这段引人入胜的旅程将带领我们探索世界上最昂贵的马匹，为我们揭示他们非凡的背景、卓越的血统以及饲养者、卖家和拥有者所投入的巨额财富。一、福赛伊奇派克瑟斯富士勇士。福赛伊奇派克瑟斯以700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，成为史上最昂贵的马匹。这一荣耀于2000年落入日本商人关口房兰之手。这匹 Mr.Quell Spector 的儿子在肯塔基德比赛中的胜利使其声名大噪，成为备受追捧的种马。福赛伊奇派克瑟斯象征着卓越的血统传承、赛事成就和巨大的经济价值。Swift 单色谢里夫者。我们的旅程继续前往阿拉伯半岛，那里有一匹具有迷人血统的阿拉伯马驹，与著名的北方舞者 Norden Dancer 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当他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在拍卖会上售出时，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马匹之一。Swift Dancer 代表了阿拉伯马众的卓越声誉，以及中东文化中与富裕和精致相联系的地位象征。三、Seattle Dancer 西雅图舞者。我们的探索继续前往爱尔兰这个赛马历史的宝库。那里的 Seattle Dancer 是有史以来售价最高的马匹之一。1985年，他以1310万美元的价格被购买，引起了全球马术界的关注。Seattle Dancer 的魅力和杰出的赛事表现，将其提升到最受尊敬和最昂贵的马匹的精英圈子中。四、Annihilator 歼灭者。赛车爱好者将 Annihilator 视为有史以来售价最高的标准跑马。这匹英俊的栗色种马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，因其无可挑剔的血统、出色的赛事表现和杰出的外貌特征而备受瞩目。这匹卓越的马匹以43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被购买，成为豪华和备受追捧的种马象征。五、Green Monkey 绿猴子。对速度的渴望推动着赛马界对 Green Monkey 的兴趣。这匹赛马匹的短暂职业生涯吸引了粉丝们的注意。这匹敏捷而优雅的马匹在拍卖会上引起了巨额竞标，最终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。尽管它的后代的赛事表现没有达到最初的吸引力，但 Green Monkey 仍然在昂贵马匹的殿堂中占据重要地位，彰显了非凡速度的魅力。六、帕鲁贝泰朗帕鲁贝特德哈龙。跳马运动爱好者为帕鲁贝泰朗著名。这匹马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在国际比赛中的引人注目表现而闻名。这匹优雅的汉诺威尔骏马拥有卓越的运动能力，在拍卖会上以1500万美元的惊人价格售出，展示了才华横溢的跳马的重要性和吸引力。七、Totalus 托蒂拉斯。在马术舞台上，Totalus 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优雅和沉著。这匹荷兰冷血种马与骑手 Edward Gale 的和谐合作赢得了全球的赞誉和多项纪录。这匹令人叹为观止的马匹由著名的德国养马者保罗·肖克莫雷 Paul Sarkin Hall 以约1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，将其推向了马术界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这匹令人屏息的马匹成为了舞蹈马术的精髓和艺术表达的象征。结论：昂贵马匹的世界揭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领域，其中激情、声望和巨额财富交汇。从纯种赛马场到阿拉伯马展示场，马术精英们在追求这些威严生物的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。通过我们对全球最昂贵的马匹的一瞥，我们发现它们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令人惊叹的外貌特征，还在于其卓越的血统和杰出的运动能力。这些马匹象征着对马术卓越的追求中的雄心、财富和奉献精神。